不是说你想恶心谁就恶心谁啊，这个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啊，法律其实也是有规范有限制的，你知道吗？再说我也不是公众人物，人家都影射是特朗普，冯小刚刘震云那么爱影射，我给你提俩人你影射一下试试，装什么孙子呀，我觉得啊，影什么射呀，如果我觉得他要真想拍不用影射呀，冯小刚乱大家都知道吧，连徐帆都没招，徐帆也挺乱的大家也知道吧，就直接自己演呗，自己家导自己家演自己家挣钱，连他们刘震云都不用，就照着真实的拍就行了，你要真是艺术家你有这底气来呀，你拿别人开什么心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些事儿都说不通，没有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老缺逻辑，没学过逻辑。